好，我们继续说。啊，就是。完了。一条一个，鸡爪一捆，然后那个是五块钱，他这个六块钱。啊，小姑婆。哎，小姑婆，妹妹。陈伟霆，这是什么？鸡爪，鸡爪这个也好吃，鸡爪，可以，随便。我吃鸡爪好吃。多少钱？吃什么？我不吃。一串五块钱，一根十块钱，鸡爪一根一块钱，一根一块钱。都是说兰特，除以29人民币。对。Wings how much? Wings. $10. 十块钱。哟。看一下。每户都有电视、冰箱、洗衣机。每家每户都有电视、冰箱、洗衣机、电视。哦。居然还能取消？他们每家每户肯定有冰箱、洗衣机。啊。黑婆每天都是这样子，洗得干干净净的。哦。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烤鸡头，第
第四届。是吧，把那把穿搭给了你，哪有吧？啊，是把那把穿搭给六个小孩子，一人留一条鸡串。是不是要叫沙大夫姐？我以为我们不掏钱。八个孩子了。好、哦，这个刚才你再给他钱了哦。没事没事。人家看到你买酒 吃了才健康，不用担心。不担心。哦，我拍东西。哎呀，好吃的，你不要认为黑的东西不好吃。对啊。好吃，好吃。这是什么？鸡胗，鸡胗。我尝尝。不好吃。不好吃。我拍个近景。味道还可以。它抖了，它抖，它抖了。味道还可以的，我吃一口，吃一口，吃。那还是 chili chili， 对，有点辣，可以。他们卖多少钱？就啊，他这个房子是盖了卖的。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是他们去叫他。这个房子是放在这里面。啊，这刚盖好的。是盖，那都写在上面。啊，搬过去。啊。哦，盖好了，在旁边让搬过去。卖了，拿来卖的。这个不是用来住的。耶耶耶！啊。我睡。姓孙功夫我、哦、这边烧烤多烧烤多全是烧烤这边黑人周末喝酒黑人烧烤都是喝酒你看黑人都是喝酒他叫你给他拍拍拍耶姓帅 Black Label Black Label Sunday party day.
Enjoy. Enjoy. Relax. Relax. Xing Xing. Cheers. Cheers. Hey, Xing Xing.这么多人啊！啊！他们就把车停在这儿，我看就把车停在这儿，然后自己就开始烧烤。为什么不去个海边或者哪里？也不远吧？为什么会停到这个地方？这还有些在他们店铺的店铺酒吧嘛，前面酒吧，他们就买酒喝，买酒喝酒。就这一条还在哪？一条街。